法师，各位佛光人，线上的观众们，大家吉祥！欢迎您收看2022累累云来集讲坛，我是来自迈阿密协会的赵晨毅。今年的北美云来集讲坛继往开来，举办10场中文讲座及5场英文讲座，邀请到多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法师提灯演路。带领大众深入智慧大海。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国际心理科学学会会士洪兰教授。洪兰教授是中原大学、台北医学大学、中央大学的讲座教授，耶鲁大学哈斯金实验室资深研究员。多年来致力于脑科学研究及相关知识在教育的应用和推广。曾获吴大有科学普及著作奖、翻译类金签奖、2005年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特别贡献奖、2011年远见杂志华人领袖终身成就奖、2018年中华民国资讯学会李国鼎会士奖及2018年国际心理科学学会会士。洪兰教授有感于教育是国家的根本，而阅读是教育的根本。先后到台湾1500多所以上的中小学做推广阅读的演讲。多年来，他致力于译介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及生命科学等领域的书籍，已翻译总共超过64本，并出版著作34本。现在就让我们礼请洪兰教授带来今天的讲座《科学教养艺术好，各位好，我是洪兰，今天想跟各位谈一下科学教养的艺术啊。我们知道说，在21世纪，孩子要跟人家竞争，他有一些在21世纪特别的要求，比方说人格的特质和学习的能力啊，因为这两个呢是未来世界的关键的主力。那我们来看说这里面要的是什么东西啊？这里面呢，我们知道说孩子第一个要有好奇心，因为好奇心是创造力的根本啊。然后他要有学习力，因为我们知道说，当你的孩子离开学校进入社会的时候，他要做的工作可能还没有发明，他要学的东西也可还没有出现，所以呢，他要有学习新东西的能力。所以好奇心、学习力是21世纪孩子必要的一个能力啊。那再往下呢是社交力，因为现在都是用电脑跟人跟电脑的这样子的交接，那其实人很需要跟人交往嘛。所以，越是在 AI 的时代，这个社交跟人的那个交往其实是更重要的哦。因为机器是冷的嘛，我们说机器人不会替你擦眼泪，对不对？所以这个社交力是更重要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热情，当人有热情的时候，再困难的事情他可以克服。那这个人就算很聪明，但是对学东西他没有热情，那么这个聪明也是白费了哈。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就跟各位谈一下。我们今天大脑哈，每个人都有这4个脑叶。这个黄色的是前脑，我们叫做总裁脑。我们的计划、策略、情绪控制都是在前脑。如果前脑受伤了，人格改变了，哦，所以跟父母亲讲，那个不管孩子的功课考得怎么样，不能抓他的头去撞墙，前脑是绝对不能受伤的哦。那这个紫色呢，是我们叫做顶叶。是我们这个空间位置啊，这个记忆啊，什么储存的地方？那么紫色和灰色交界的地方是我们的听觉皮质啊，听力是我们在胚胎7个月就成熟，最后离开身体的感官，所以我们一定要爱护这个能力啊。而且听力呢，其实它是一个 energy 啊。我们看到说，重听的老人家比较容易得阿兹海默症嘛，哈。那现在呢，是因为这个。比方说噪音程度很高啦，现在很多的孩子哦，才国中15、6岁就有重听的现象，那就是说什么卡拉 OK 呀、会戴着这个耳机去听很多重金属的音乐，那个伤害到他的耳膜，伤害到他的听神经了哦。那另外这个绿色呢，是我们的视觉皮质，我们的眼睛在前面，这个视觉皮质在这个后脑这里了哈、哦。眼睛是好的，视觉皮质坏了，那你也看不见了哈。哦那这个白色的呢，是我们的小脑哈，所以
最主要要跟各位讲的一句话就是没有输在起跑点这句话。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广告词，是没有这是没有实验证据的啊。那么每个孩子的开窍的早晚有不一样，那学习的快慢也有不一样，但是一般来讲他都学得会，只是时间的快慢而已。所以做父母啊，要有点耐性啊。我们说没有输在起跑点，这里面最主要是什么呢？人是终身学习的，管我们记忆的海马回的神经细胞可以再生啊。我们大脑只有两个地方神经细胞可以再生，一个是我们的嗅脑啊，我们的管鼻子的嗅觉，这个嗅脑是90天再生一次。那另外海马回的神经细胞可以再生呢？我下面要跟各位看一个实验的证据了哈，因为大脑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的大脑神经的连接是不停的因为环境的需求而改变哈。所以没有三岁定终身，不必叫孩子去抓周哈。我们比较怕的是先入为主的观念，会让家长啊觉得说哦，他以前抓周就是走什么路的呀，会影响到孩子以后的选择哦。好，各位先看啊，这个橘色的形状像海马的叫做海马回，是我们管记忆的地方。它如果坏掉了，会有失忆症和阿兹海默症啊。那么海马回的横切面呢，是这块我们叫做齿状回哦，叫 dentate gyrus。那么齿状回是我们新出来的神经细胞从这里出来，然后移到它要的地方去。所以假如我今天要看有没有长新的神经细胞，我要来看这里哦。那么有个89岁的老人家，这老人家呢有鼻咽癌，所以在治疗他的时候需要打放射性的水去追踪癌细胞的扩散哦。那这个水注射下去以后三天老人家过世了，就请他的家属把大脑捐出来做解剖，就各位就看到在齿状回的地方这个神经细胞是发亮的，表示它是注射了放射性的水以后才出生的新的神经细胞哦。这是1998年的实验，这个实验非常重要哦，就在医学上真的非常重要，让我们看到的说哦，原来大脑受到环境的影响哦，这个管记忆的海马回的地方神经细胞可以再生。但是呢它更重要其实在我们的教育上，就是各位看到没有输在起跑点这句话啦。他如果说89岁都能够长新的神经细胞，那今天孩子当然就终身学习了嘛齁。所以我这边要跟各位看一下大脑是怎么样因为环境的需求而改变齁。各位先看左边这个 D1 D2 呢是我们的运动皮质区管手的地方齁。D1 管大拇指， D2 管食指， D3 管中指齁。这是猴子的这个运动皮质区管手的地方。那么下面这张图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找到地方以后啊，把它的中指和无名指的皮肤把它缝起来，使它动的时候是同步在动了哈。那过了三个月，你把它线拆掉，把这个猴子送去照的时候，就发现三跟四的边界消失了。对这个猴子来讲，它今天只有四个指头，不是五个了哈。因为大脑有个叫海伯定律，就是 Donald Hebb 哈，它有一个定律叫做，他说同步发射的神经回路是同一个东西 ，neurons are fire together while together， 好，所以呢，这个猴子三个月你们两个都一起动，好，现在线拆掉了没用了，它猴子只有四个指头，就不是五个了，三动四跟着动了哈。那下面这个实验就更重要，他呢就直接把中指给它截肢切掉，切掉的话呢。这个中指的地方就没有讯息进去了，我们就马上看到第二和第四就侵入中指原来的地方，把它瓜分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实验，让各位知道没有只用 10% 的这个大脑的这个话，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大脑只有三磅占我们体重的 2%， 用到了我们身体 20% 的能源哦。那他用到他十倍的能源的时候，他其实是资源不够的，你不用别人马上抢去用。我们台湾有一句话非常的好，他说那个鱼啊生吃的不够，不可能拿去晒干、哦、就各位就晓得说不可能只用 10% 的大脑，然后剩下来 90% 闲闲没事干，那个是不可能的了、哦、好，那么大脑如果是像这样子切的时候呢，这一块就是我们的运动皮质区、哦、那么我们知道说大脑，我们身体凡是会动的，在大脑这边都有表征，这是大脑的地图嘛，哈。我们就看到说，哦，脸后面接的是手，
手后面是身体，再过来是脚。那么手其实不大，但是呢，因为手很敏感呢，觉得它占的地方很大，身体很大，但是不敏感，占的地方很小。我们知道了这个以后，我们就很好奇啦。那有那种天生没有手的人，就请问他的脸后面要接什么？好，所以就把这样子的孩子请来照的时候啊，各位就看到了，脸后面也就是身体了啊，各位就看到说，这个孩子他是天生没有手，他的脚拿来削马铃薯，他的你看他拿刀就跟我们的手拿的一样的好啊，但是你注意到哦，他并没有脚趾头伸长，并没有长长，他只是说脚趾头的神经细胞变多了，所以你看他捏刀可以捏得这么紧，切得这么好，对不对？那另外呢，这个孩子我们刚刚看的那孩子是天生没有手，然后这个大脑的改变，现在看到这个女孩子呢，她是原来是有手的，六岁的时候碰到了高压电，把双手截肢了那么她是在江西南昌的街上卖十字绣为生，那你想想看，没有手的人哦，他怎么去穿针绣那个十字绣呢？那个十字绣，我们有双手的人都做得不见得很好，所以我们这样讲说，功能是可以取代的大脑的功能呢，是它你这边坏掉了，别的地方相对应的地方呢，可以把它拿来用。所以天生没有手的人，他的脚其实跟手一样的利落了那么这张图呢，各位看左边的是健康 healthy 的年轻人，说话的时候是左边，你看听觉皮质亮起来了嘛右边这张图呢，是一个72岁的老人家，这老人家中风了以后，左边坏掉了，但是这个老人家复健到可以做语言language 和 speech 的 task。那你来看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右边把他病变的左边的功能给拿过来了。所以知道说功能其实是可以转换的，它的神经细胞没有办法再生，但是功能可以被别的地方拿过去。像这个孩子他是四岁的时候，因为 fusiform gyrus 我们就叫梭状回的地方长瘤切掉了，所以他是个黑洞。但是呢，这个地方我们叫做 letter box 说我们辨识字母的地方。那你一定想说，字母都不能辨识了，那他应该是没有办法阅读了嘛但是没有想到，他到11岁的时候阅读是没有问题的，把他请来照，他的右边把他病变的左边的功能给拿过来了。那这个呢，一个小女孩两岁半的时候被10轮大卡车压过去，左边的皮质整个切除，但是她后来到7岁进小学的时候，她的大脑功能还就说她在语言各方面还是可以的，最主要是怎样呢，她的右边把她左边的功能给拿过来了所以我们说人类的大脑在婴儿期的时候是很大的可塑性你可以把整个大脑半边的皮质拿走，撕下来那一边会重新组织它的功能，所以把它那个失去的功能把它弥补过来了就这是个很了不起的能力。所以我们下面来看这张图的左边是还有八天才出生的小猫神经元，右边这张图呢是同一个猫同一个神经元，我们说左边是小猫，右边是老猫。各位请注意一下，小猫的时候它有密密麻麻的神经连结，到老猫的时候常常走的路变大条了，不常走的就没有掉了这什么意思呢？每一个人都是过去经验的总和，你过去的经验造成现在的你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各位，你为什么要善待你的孩子？因为今天怎么对待他，就影响他神经的连结，就影响他明天行为的出现那你也要善待你自己呀。为什么呢？你今天的行为会影响你神经的连结，就影响你明天行为的出现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精神科的墙上都有一句话，他说生命只有走过才能了解，往前看才活得下去，因为牛奶打翻了你不要去想谁害我打翻的，你是花了时间力气把它找出来，但是没有用，因为覆水难收也捡不起来了要赶快去赚钱买罐新的牛奶就是往前看，不要去看过去的事情了因为神经会因为你每天用变得很大条，如果你每天都在想悲观的事情，那你这个人就悲观了嘛，碰到一点不如意很快那个忧郁症就会发作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实验了那下面呢让各位看到说学习
是神经回路的强化。哈，比方说这个，现在各位看到哈，黑色的我们叫 learned 哈，那 learned 就是长出新的神经连结啦，对不对？所以左边最左边是刚刚出生的婴儿，中间是他三个月的时候，右边是他两岁的时候。哈，我们看到说神经元都在，但是两岁的孩子因为有很多后天的经验，所以他神经连得很密。这个密呢很重要了，因为我们的聪明才智是神经连接的密度和它连接的方式。那个方式呢是基因决定的，密度呢是后天的经验决定的。而且呢，连接得很密的时候，你的孩子会有创造力。因为创造力在我们神经学上的定义是两个不相干的回路碰在一起活化第三条回路，叫做创造力嘛，对不对？它如果很稀疏，就碰不在一起啦。所以让孩子去探索，给他后天的经验很重要。我们碰到孩子，碰到老师说：“哎呀，这孩子笨，教不会。”我们说错，你不会教，好，就是没有不可教的孩子。但是他说我这个方式学不会，请你换一个方式来教，因为就记得孩子在小的时候，他的可塑性非常的大啊。你今天这条路走不通，试试看另外一条路，可能就走得比较好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因为大脑有可塑性嘛，是不是？神经回路是可以改变的啊。那个教孩子的时候啊，不要先骂哈，骂了以后孩子会沮丧，他也会恐惧。恐惧的时候，大脑会产生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会使他的血液到四肢准备逃命，心跳加快，这个瞳孔放大，然后这个瞳孔放大，心跳加快以后，血液从脑到了四肢，他就学不会了嘛，对不对？因为血液要在大脑才会学得好的哈，所以就记得说，在孩子做功课之前，在教他之前，不要先骂哈。这是中国人喜欢骂孩子说：“哎呀，怎么这么笨，还不赶快去做功课？”这个是很不好的方式了啊。那所以我下面举个例子哈，就是这样子教他不会，好，换一个方式教怎么样？好，我们小时候不是要做鸡兔同笼吗？对不对？好，这个问题哈，其实它是个二元一次的方程式了哈。那么对那个还没有教到二元一次方程式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教，你是换一个方式，因为不然的话哦，很多孩子都很恐惧数学，数学是我们科学的根本嘛。那我恐惧数学，那以后就对科学会这个避之不及嘛。所以这里面的时候，不要用很多的，就是不要用数学去把孩子吓到了哈。像这个，我们做了一个调查，经过所有的孩子都很怕鸡兔同笼的问题。所以呢，以前我们是说，假设鸡是 X， 兔子是 Y。好，那 x 加 y 是15只嘛，然后呢，鸡是两只脚，两个 x 加上四个 y 有40只脚，是解二元一次方程式，对不对？哈，好，那假如说你的孩子不能够这样子想的时候，你这样子讲哈，另外一个老师的教法，他说，假设鸡跟兔子都抬起两只脚，那么这时候呢，鸡就坐在地上了嘛，兔子还站着，对不对？所以都抬起两只脚的时候，15只乘以2是30只啦。所以送在还站的呢，还剩10只脚。那10只脚呢，除以2，那就是兔子嘛，对不对？所以兔子是5只，鸡就是10只了。你看这个方式一教，孩子就会啦。所以换个方式教，好，不是教数学一定要某个方法。其实教任何东西都不是只有一个方法，只要我们愿意一换个方式，孩子就可以听得懂了。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了。好，另外一个呢，让孩子自己动手做，因为动手做，他最能够改变他大脑的神经连结啊。杜威就讲过，做就是学嘛，对不对？哈，生活就是学习，加做就是学啊。所以我跟各位举个芬兰的幼儿园的例子。我们去芬兰的时候啊，是冬天啊，那么零下12度。在我们在想，哎呀，零下12度这么冷啊，孩子应该在室内玩了。可是芬兰呢，他们就说，我们的国家在北极圈内啊，假如说天气冷，我们的孩子就不出去了，那这国家将来就没有人保卫了。他们是零下30度之内，孩子都在外面玩。他有句话非常的好，他说，只有不合适的衣服，没有不合适的天气啊。那么那天我们看到有个3岁的小男孩，他睡午觉起来以后啊，比别人醒得晚，所以看到哎呀，同学都去外面玩了，他就急死了，赶快要穿衣雪衣要去外面玩。那三岁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是一定会帮他穿，可是老师就说他可以自己穿了，让他自己做啊。他因为急着要出去，他就把两只脚通通塞在一个裤管里面，就穿不起来嘛。哎呀，急得满头大汗。
我们几次要去动，要去帮他，老师都把我们拦阻说，让他自己做啊。他终于发现了，说哦，一次穿一只脚就可以穿起来了，就很高兴，把裤子拉起来。我们一看，哎呀，穿反了哈。那一般来讲，我们就马上替他就脱下来再穿啦。老师说不要，他好不容易穿起来了，他如果你把他脱下来再穿，他觉得受到挫折，说让他去，他等一下上厕所他就知道他穿反了哈。老师就拍拍他的头，说赶快去玩哈。所以我们就很惊讶的发现，第一天穿反，第二天穿反，到第三天就不再穿反，而且以后永远不再穿反。所以坐中学是个最快的方式，让他自己从坐中学是一个教孩子最好的方式了哈。另外呢，你在瑞士会看到冬天的时候，他会卖那个饲鸟器啊，里面就放点那个五谷啊，那个面包屑啊，让那个鸟来吃。春天的时候你要去买，买不到，为什么呢？他觉得春天的时候鸟要自己去找东西吃，冬天那个种子啊，那个被雪盖住了，他没有办法找东西吃的时候，好人去喂他。可是春天的时候，他要自己去找东西吃。也就是说，凡是孩子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让他做，你不要替他做啊。所以“习”这个字啊，在甲骨文里面，它是羽毛的羽加上每一天，也就是说鸟要反复的飞。好，像这个观念很重要。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嘛，对不对？我们每天要去做，做了以后成一个习惯，然后做的时候要去想，那就会做得好了。所以颜氏家训告诉我们说，从小要养成好习惯。他说教父出来教儿婴孩，心腹娶进门，告诉他我们家的规矩是什么。孩子一生下来就得教，那教些什么东西呢？是人颜色，知人喜怒，就是不要白目嘛。然后叫他做要做，叫他停要停，孩子要听话的，所以这个很重要，从小养成好习惯。好，那我跟各位看，为什么从小要养成好的习惯？因为我们的大脑只有三磅，它占我们体重的 2%， 但是呢，它用掉了我们身体 20% 的能源，因此大脑是没有办法每一天时时刻刻都去注意到所有的刺激。我们会知道，一天里面60% 的行为其实是个习惯化的行为，就是不再用到你大脑的资源了。那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早上急急忙忙，哎呀要去赶去上班，走在路上说，哎呀完了，火关了没有，煤气关了没有，那门锁了没有。其实你不要回去看，你都做了，但是你不记得，因为它已经习惯化了，没有动用到你的大脑资源，没有留下痕迹，那你就不记得了。所以我这边给你看，就是我们说一个习惯做久了，就变成一个行为做久了变成习惯，习惯呢就是叫做第二本性，就节省我们大脑的资源了嘛。好，那另外模仿，模仿是我们在实验上发现一个最不费力的学习，它是连动物都有的，因为它是最原始的学习了。那这个是在1992年才发现大脑里面有个叫镜像神经元。最早的时候在1977年，这个实验者对这个出生40分钟的婴儿，才出生40分钟，他就对他吐舌头做鬼脸，他就发现说这么小的孩子就马上可以回应，会模仿。当时还在行为主义的时候，就觉得好惊讶哦，那个行为主义是说你要教过啊，对不对，白纸啊，这刺激反应啊，他都没有教过，他怎么就会了呢？就过了20年以后，才在大脑里找到了镜像的神经元，我们才发现原来家庭是最早的学习场所，父母是最初的老师。所以各位，教育孩子，父母亲是责无旁贷的，家庭是最早的学习场所，父母是最初的老师，孩子的一切都是模仿父母亲。有一句话很好，他说孩子不会照父母想的那个样子长大，他呢是按照父母亲本身的那个样子长大。所以如果你嚼槟榔，这个随地吐痰，然后穿着假小拖鞋，那你的孩子也是那个样子啦，对不对？就是他不会按照你想的那个方式，而是按照你自己的那个样子，因为模仿。模仿是最原始的学习。因此跟各位讲，孩子一定要管教，那个父母亲制定的规矩和限制其实不会让孩子感到难受，相反的他会形成一种规范，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它是有安全感的，已经在范围里面怎么玩都可以啊，因为没有超越范围，它有自由。
但是一超越范围，他就会受罚。反而是那个不知道规范在哪里啊，就像有个孩子讲，他说他一直到当兵才知道说哪个行为是可以的，哪个行为是不可以的。因为他小时候他母亲喜欢打麻将，所以他放学回家呢找不到妈妈的时候啊，他就每个人家就去推门说妈妈，到处去找。他就说，假如他今天妈妈打麻将赢了，那随便他跟他讲什么，妈妈都好高兴，说继续，这边有100块去买零食，他就很高兴啊。今天原来我跟人家打架啊，妈妈还会给我100块，明天又跟人家打架，可是妈妈那天打牌输了，一听到很生气，打他一个耳光。所以他说他从来不知道哪个行为是可以的，哪个行为是不可以的。所以这边呢，跟各位讲，孩子要管教，让他知道。但是我们说是被透过被人管理，才会学会管理自己嘛。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外在的控制，我们内在的控制不会产生。好，这句话很重要。我们是透过被别人管理才会管理自己，因为被别人管理，我们才知道说什么行为是可以的，什么行为是不可以的。你一开始没有外在的控制，好，其实在3岁以前哦，没有把这个情绪的控制把它养好的话，其实进了幼儿园以后，老师会很头痛哈，因为内在的控制不会产生，碰到不如意就在地上打滚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所以我们知道说，管教孩子哈，只可以有一套规则，你不可以一个半黑脸，一个半白脸。如果说你今天有人一个半黑脸，一个半白脸，孩子马上会怎样？挑拨离间。好，今天那个孩子说：“妈妈，我想去看电影。”然后说：“不行，你功课没有做完。”那这时候，如果说爸爸说：“哎呀，没关系啊，让他去看啊，家里又不缺这个钱啊。”孩子下次就学会了。妈妈说不可以的时候，马上去找爸爸。爸妈说不可以，你要怎样怎样，就叫爸去替他说情啊。所以这边的时候，我们真的说，管教孩子只可以有一套规则，那真的不可以一个半黑脸，一个半白脸，这样子的观念是错的。而且呢，假如说今天你不同意你太太讲的话，你今天要让你的孩子去看电影，那你不要当面讲说，哎呀，让他去。你要怎样呢？把你太太带到房间，把门关起来，然后跟他说，我知道他功课没有做完，但是他上个礼拜帮我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啊。你把孩子的优点讲出来，然后解铃还需系铃人，由那个说 no 的人呢出来跟孩子讲说，哎，我本来是不要让你去的，但是我想想一想说，你上个礼拜做了什么什么好事，我现在还是让你去。好，那你会发现，当你把他做的好事讲出来的时候，这对孩子来讲非常重要了。因为原来我做这个事，妈妈就会让我去看电影，下次我就要讲去看电影的时候，我就努力去做那个妈妈会让我去看的好事。久一点以后，就慢慢形成了习惯了嘛，对不对？那个司马光在那个《资治通鉴》里面讲，他说坐之不止，乃成君子。你今天本来不是要做君子的，可是因为每天每天被人家逼着，被人家逼着说要做好事的时候，久一点，好，就变成了你的习惯了。所以这边很重要，就是说父母亲管教孩子要有一定的规则，而且呢，全家大小都要守这个规则。我们常跟祖父母讲说，当你的媳妇要管教孩子的时候，请你立刻拿拐杖出去散步，不要让你的孙子觉得说有个靠山可以告哈。那个我们看到有媳妇要管教孙子，那个孙子就去跪在那个公公婆婆的房间门口来叫他来求救，对不对哈？那这样就不好了。那么就是记得说，解铃还需系铃人，父母亲在孩子面前是一定要有一定的那个威严，或者是说尊敬啦哈。孩子不会尊敬那个他不会听那个他不尊敬人的话。所以你不能在孩子面前讲说，哎，不要听你爸的，不要听你妈的，或者是说婆婆公公婆婆讲说，哎，这个我比你妈大，这种话都不可以讲的哈。就是一定记得，孩子只会听从他尊敬人的话啊。所以当然同样，你也不可以在孩子面前骂老师啦，这是一定的了哈。所以以前啊，我们心理系有个学生，他后来在那个佛罗里达一个海参馆里面啊，去做海豚的训练师。那我们去参观的时候，诶，觉得他做得非常的好，他就说，老师啊，这很简单啊、哦、他说当海豚做错事的时候，我就不理他。为什么呢？我骂他他也听不懂啊，对不对？我就不理他。可是他下次做对的时候，我就给他一条鱼吃。所以呢，他下次看到我就马上做出那个吃鱼的行为来。我把这些行为串起来，他说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表演、哦、但是他告诉我，他说同一名的训练师
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孩子要听从人的话的时候，你不可以有太多的训练师，因为每个人讲话的方式都不一样。当然，一套规则是最重要的，可是基本上一套规则，简单的几个人的训练他，好，如果每个人都有一套规则，孩子就这个孩子绝对不知道就无所适从了哈。就记得3岁以下的孩子做错事的时候不要罚他，为什么呢？骂他你也听不懂嘛，而且呢，你只要做给他看，我们刚刚讲过。模仿是最原始的行为，做给他看，他就知道下一次该怎么做了。好，所以不要罚，不要去打，但是做给他看啊，然后用奖励的方式比用处罚的方式得到的效果会好很多。我们记得有一句话，他说，用蜜糖抓到比较多的苍蝇嘛，对不对？哈，所以记得这个。这个没有声音出来的哈，这里面就是一个孩子，他地上打滚哦，就大吵大闹，好，就看到妈妈走掉，狗也走掉，那孩子就爬起来了，因为没有观众了嘛，他跑过来哈，你看，一看啊，一边也打他，他就是欺负我们大人，听见没？现在叫你走开，不理他，他没有了观众，他就不会，一直哭，这重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孩子耍赖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我们说投降 giving 好，不可以投降。就是小的时候，他先是耍赖，而且不让他去。我们啊有这个很知道说孩子是非常精的哈。如果说你投降一次以后，那下次你讲的话就不会听了哈。另外呢，我们要知道说孩子说谎的头号原因是不想让爸妈对我失望哈。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父母亲最气的就是孩子说谎。然后我们都会跟他讲说，你如果对我讲真话，我就不会处罚你。可是各位知道，他如果对你讲了真话，通常是打人一巴掌就打下去了哈。这样子以后，孩子就知道说真话会挨打，那他就尽量说谎。尽量说谎的时候，一个谎话又需要另外一个谎话来圆呐。所以其实孩子也不喜欢，但是大人就会很生气。就记得说，孩子其实他是不愿意说谎的，他只是因为怕你失望哈。比方说他考不到100分，但是你每天跟他讲说，哎呀，为了你，我牺牲了什么，我又怎么样了？那孩子为了不让你失望，他就只好去作弊，只好去偷改分数了嘛，哈。因为我们在实验上发现，人性是本善的，哦，人性真的是本善，连动物都是哦，哦。今天如果说今天这个动物，这个猴子吃葡萄干，然后那个葡萄干的盘子底下通了电，去电他隔壁笼子的猴子。他只要发现说我吃会害他被电，这个猴子是愿意不吃的哈，所以这边的时候就记得，孩子他说谎常是被我们大人逼的，因此呢，当我们跟孩子说不可以的时候，请你指出一条他可以走的路，他不可以这样做没关系，告诉他怎么样才可以，他可以去学会嘛，他可以去学他可以走的路，对不对？好，就这点是很重要，不要去威胁孩子。没有考100分，妈妈不喜欢你；没有考第1名，不要给我进这个门哈。因为孩子最大的恐惧是没有人爱，然后被拒绝是他们最害怕的地狱。我们对孩子的很多的爱是叫做条件式的爱。你要考100分，妈才喜欢你；你要怎样，妈才喜欢你。这种是很可怕的事情哈。就这种的爱是没有安全感的。那我跟各位看一下，为什么孩子最怕你不要他哦？你看。这个呢是左边呢是小孩子，小兔子、小狗、小鸟哈，哇，小时候都好可爱哦，大大的头，圆圆的眼睛，对不对？好，长大以后脸拉长了都很丑，为什么小时候要可爱呢？因为他没有自卫的能力，要靠你喜欢他来保护他，对不对？你看哈，左边这张图呢是出生4天的婴儿，你把它放在核磁共振里面。耳朵旁边给他放他父母亲吵架的声音，哈，他因为才出生4天，他其实是听不懂你讲的话，但是相骂无好言嘛，声音很高亢，语气很急促，他会害怕起来的，哈，就很害怕那个所谓的愤怒的声音，他就会害怕了嘛，所以安全感是孩子第一个要被满足的需求，哈。下面跟各位看一个我们说心理学这100年来最重要的一个实验。就是 Harry Harlow 1956年在那个 Wisconsin 大学 Madison 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实验啊。这个小猴子呢一出生就跟他把他跟母亲隔离啊，给他一个绒布的妈妈，一个铁丝网的妈妈。这个绒布的妈妈温暖，身上没有奶瓶；铁丝网的妈妈冰冷，身上有瓶奶。
我们中国人说有奶便是娘，对不对？错。你看哈，小孩子所有的时间黏在绒布妈妈的身上，他肚子饿要去吃奶的时候，他是这样子过去的，脚啊还在妈妈的身上。那么猴子呢是一个非常好奇的动物，所以我们给他很多新奇的玩具的时候，他是一定会去摸的。那你就注意到什么？他去摸的时候，他有一只脚粘在绒布妈妈的身上，也就是说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马上回到妈妈这边来有保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实验。所以我们都晓得说，孩子小于三岁不可以穿松紧带的裙子带他上街，为什么呢？因为他会紧紧的抓着你的裙子，他怕你走丢，对不对？可是他要往这边走，你要往那边走，他拉拉拉就把你裙子拉下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要的是安全感，然后呢你把妈妈拿走，可是给他很多新奇的玩具，这时候猴子就不要了，他躲在墙角，两个手抱头，两个手抱头呢是一个极端没有安全感的象征，墙角呢是后面没有敌人来。本来正常的猴子在笼子里是这样子的玩，但是不正常的话呢，躲在墙角，这个吸大拇指，另外一个是四个指头都放嘴里吸了。这个实验最重要的是后面的地方，这样子长大的老鼠猴子呢，它不能够正常的交配，实验者用人工受精的方式让它怀孕以后，它把它亲生小孩虐待死。就是在猴子身上我们看到了受虐儿长大变成施虐者，但是这个实验不可以用人做，因为太不人道，不可以用人做。但是呢，在人身上我们有看到，三岁的时候每个月被打过一次的孩子，长到五岁的时候打人的几率比那个没有被打过的高两倍以上。我们前面一再讲不要打孩子，三岁以下不懂事，对不对？你不要打他，做给他看就可以了。三岁以后可以跟他讲道理，让他知道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做，他知道为什么以后，你不要以为说孩子哎呀这么年纪小怎么知道什么，他其实孩子比我们想象的懂事的多。如果你不给他说为什么，他就觉得说不知道为什么，那今天妈在我不做，妈不在我偷着做，对不对？可是一旦知道为什么以后，孩子是知道好歹的。他尤其是我们跟他讲为什么的时候，其实我要表演给他看那个后果是怎么样。所以我记得孩子都很喜欢玩火柴，对不对？因为火很吸引孩子啊，火光会跳跃嘛，会吸引孩子。所以我们一般是怎样呢？好，你要玩火讲不听，我就把你手抓来在那个炉子上给他烫一下，我就让他说哎呦会痛。这种叫做 one trial learning， 一次的学习，孩子会痛的话，一次以后他就不敢再去摸，因为演化让孩子知道，通常演化不可以给你第二次的机会的，一次以后你就得赶快学会，演化是不给你第二次的机会的。所以那最后呢来讲一下为什么3C的产品不适合幼儿。我们一定要先知道说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啊，他的眼睛是没有发育完成的，就会看到说 newborn 的时候，他的你看他是个300度的近视眼嘛，然后看不清楚，长大以后才会看得清楚，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注意到说大概18个月以前的婴儿看电视都坐得很前面，看卡通片啊坐得很前面，电视机前面，对不对？说退后退后，把他赶到后面去，可是你一走开他又往前去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那个我们说动眼神经外面包的髓鞘还没有包完成，他不能够调焦距，他还看不清楚，他自然就会往前坐了嘛。但是18个月以后他就可以往后面坐，所以太早给孩子玩这个3C的产品对他眼睛的发育是不利的。在实验上有看到说10个月大的时候每增加一个小时看电视的时间，到7岁的时候他变成 ADHD， 就是过动注意力缺失 Attention Deficit 外加 Hyperactive， 这样子的孩子的话几率增加 10%。所以呢我们说3C产品其实不是很好的保姆，然后这真的是不好，孩子需要你跟他互动，而不是用这个机器去跟他互动的。所以这个实验是Seattle 华盛顿大学的一个小儿科的医生做的。所以太少看电视会造成注意力缺失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10个月大的时候每天增加一个小时，等到7岁入学的时候ADHD 的几率比别人增加了 10%。那这有很多的实验证据，所以各位知道暂时的这种安静会换来以后的遗憾，不要这样子做。
然后呢，看电视哈，为什么会越看越累？所以最后变成这个沙发上的马铃薯哈。最主要是我们知道说这个黑色的这个 theta 波哈，theta 波是在我们这爱睡觉哈，就是我们那个 vigilance 那个 alertness 逐渐没有掉的时候，就是大脑就成了一个新的 theta 波嘛哈。这里跟各位看一下说，我们呢平常清醒的时候是 beta 波，但是昏昏欲睡。哦，似醒非醒的时候是阿尔法波，哈，然后这个西塔波就是刚刚给你看这个失去了这个 decrease 的那个 vigilance 时候是这样子哈。那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其实比较多的是西塔波，所以越看电视会越累嘛，就会睡着，就是这样子了。所以看电视强化的是我们大脑里面的 theta band，对不对？所以这里面的时候，这个看电视看久了就爱睡，就睡着了，所以其实。给孩子看电视是很不好，老人家看电视其实也是不好，因为老人家应该去学新的东西。我们在实验上看到，学新东西可以帮忙防止阿兹海默症。好，那所以这个呢，是用这个要一个新的一种仪器，是叫做 NEO，就是近红外线的这个频率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父母跟孩子哈，如果是同步的时候，他大脑里面的这个theta波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OK，我们不要要求孩子，我们就不要要求完美了哈。孩子一定会犯错嘛，人当然是会犯错，所以你要允许孩子犯错，但是不可以犯第二次错，因为不能一边打人一边说对不起。然后老师说，老师我已经讲对不起了，又打人，又说老师我讲过对不起了，这不可以的。所以他第一次犯错，你要原谅他，跟他讲为什么，但是不可以犯第二次错哈。做父母的。不要去做橡皮擦妈妈，我们不可以用成人的标准去评量孩子哦。很多妈妈觉得孩子写的字不好看，橡皮把它擦掉哈。可是3次以后，孩子就不肯写字了，为什么呢？我辛辛苦苦写的字被你擦了，那现在你去写吧哈。就是他很用心的写的时候，哪怕他写的不好，不要去否定他，因为他的小肌肉还没有发展完成，他的笔还握得不好。你要去想到，你小时候写字也是不好看的，对不对？我们要经过1万小时的练习以后，才会做得漂亮嘛。你知道那句话，任何一个行为经过1万小时以后，他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对不对？所以不要做橡皮擦妈妈，不要一直去否定孩子的努力，哈。然后呢，了解孩子的长处，接受他的短处，因为人是没有十全十美的。这边跟各位看，丘吉尔、皮卡索、爱因斯坦、Richard Branson、李光耀、美国的总统布希都是叫做 dyslexia 阅读障碍，他们都有阅读上的问题，但是他们都对人类文明做了贡献，对不对？所以有一句话非常的好，就是彼得·杜拉克告诉你，他说最重要的是什么能力，而不是缺少什么能力。我们的孩子出社会以后，他是用长处跟人家竞争，而不是短处。他如果用长处跟人家竞争，那你干嘛管他的短处呢？我们最反对就是叫截长补短，因为短处是补来补去，不如别人的长处。那你的时间都花去补短处，就没有时间去发展你的长处。到最后出社会，你的孩子没有长处，没有跟人家竞争的能本钱，就没有饭吃了。好，就记得孩子出社会用的是长处，不是短处。所以爱因斯坦告诉你，他说每个人都是天才呀。但是如果你用爬树去衡量一条鱼，那么这个鱼呢，就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是个笨蛋，因为没有办法嘛，你把我打到死，我都不会爬树啊，是不是？那各位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常常用别人的尺去衡量自己的孩子？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做父母一定要避免的，不要用别人的尺去评量我们自己的孩子，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好。所以现在讲教养孩子啊，它真的是个艺术，它不是个科学。因为科学的话，就是你这样子做成功，那我这样做也成功，艺术就不是啦，对不对？所以人家说哦，狼人的爸爸打，这我们看到就打孩子不知道怎么打，把他打进变成钢琴家，或者是有一个人说哦，这个孩子是被他爸爸打进了北大，啊，可是如果你这样子打，你的孩子不是不一样嘛？可能打一打孩子就变成精神病了，是不是？所以这里面真的是重要的观念。教养孩子是个艺术，不是个科学。科学有重复性，艺术没有。哈，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本书哈，是这个《Why Gender Matters》哈。这个作者其实写了好几本书，我都觉得很好。就是切记，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还要记得，孩子身上是你的基因。好，如果你每天骂他笨的时候，去想一想说，哎，这个笨是不是我传给他的？
哦，你就不会去骂了嘛，对不对？好，所以这边跟各位讲，孩子是上天给我们的福赐，很多人要孩子都要不到，对不对？那如果你有孩子，好好的去享受有这个，我们说教孩子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再过一次童年嘛，我们小时候糊里糊涂就长大了，现在有了孩子，在教孩子的过程里面，我们享受到孩子的天真，享受到天伦的乐趣。不要因为功课分数去破坏了这个乐趣，童年又很短，转眼就过去了，对不对？你现在花时间在孩子身上，好，他要念着你也不过是那个12年吧。小学哈，其实说实在哈，不要到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哦，他就已经不再念你了，是不是？你说去看电影，他就已经跟你讲说：“妈，你去看，我跟别人去，我跟同学去看了，对不对？”所以各位可以去试试看，小学六年级，12岁。8月份还是小学生，那个9月份开学了，穿了制服了，他就是初中生了，对不对？你8月份牵他手过马路，他可能还会让你牵。那个9月份要牵呢，他就把你手打掉，说妈，不要这样肉麻。等到高中，你走前面，他走你后面，就假装不认得你了哈。所以，我们今天跟孩子在一起，就是那前面那个12年非常珍贵的时光。你再怎么花时间在他身上，其实都是不够的，因为这段的时间你要想到说，你要储存到你一辈子的回忆上面，是不是？所以这边的时候就记得哈，教养孩子需要耐心，你需要有同理心，想到你自己是怎么长大的，那对他要有宽容。最主要是孩子要的不是物质上的享受，是精神上的陪伴。刚跟各位看到，他要的是安全感。父母的孩子是个宝，对不对？我们说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没娘的孩子是个草。好，所以花时间在孩子身上，那你会有一个这个孝顺听话的乖孩子的时候，你到晚年的时候，你会很感谢你当年所花的力气，因为知恩图报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好，那今天就跟各位谈到这儿，希望各位有个快乐的教养时光。好，各位再会。非常感谢洪兰教授的精彩分享。正如讲座中提到的，大脑的神经连接在不断的改变，大脑产生观念，观念引导行为，行为产生结果，结果改变大脑，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每一个人都是过去经验的总和，你过去的经验造就了现在的自己。家庭是最早的学习场所。父母是最初的老师，孩子是上天给我们的福赐。教养孩子是一门艺术，需要有耐心和同理心。星云大师在关于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中指出，我们今天教育子女，不该只教他们怎样努力的考试挣钱，应该教他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事。我们要教导他们因果观念。教他们认识因缘，有慈悲的精神，有道德的行为，让子女会尊重自己，热爱别人，进一步爱社会，爱国家。在此，仅代表广大的听众们，再次衷心的感谢洪兰教授的精彩讲座。接下来的两场北美云来集讲座将分别于11月27日。和12月10日播出。11月27日是中文讲坛，由奥运冠军孙琳琳女士带来《梦想背后的故事：团队的力量》。12月10日英文讲坛将由传灯分会和青年团共同带来《How Does Buddha Help Our Relationships》。欢迎大家准时收看。最后，祝福各位处事无畏，和平共存。阿弥陀佛。